敢看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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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敢不敢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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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放松，放松开，看看看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输的那一个，还是应该有一点点的惩罚？惩罚嘛，啊、哦，真是。我觉得谁要是输了呀，他可以选择一个人，就是帮他洗头。但是不是那种在水池边上，就是那种像发，就理发店里一样，然后就做一个头部按摩，就是干洗。哎，那个有意思，有点意思。OK， 可以啊。啊，你带着这个害怕的心情，你再去抽，那个时候的这个气氛又不一样了。洗头还是洗头发？如果是我的话，就是洗头。如果是我的话，就是洗头皮，好吗？哦，原来你是这个点，我现在一直在想的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为什么徐峥会出这样的题目，因为他对洗头这件事情有着特殊的感情。上一次洗头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。看我这把第一个出去啊，看看。来，他这就出去了，因为他下一把一拿就，真的耶，来去自如。我们这一把是谁第一个走谁洗头？同意的举手。哎，不能这么欺负客人。来，恭喜你第一个走了，你可以自洗头，请。好紧张啊，自己命运的牌，就大家很焦灼，超焦灼的。哎，前座的，走，我走了。这个，耶，爽一下是一下，太刺激了。啊，就一张了。Yes。我拿了。Yes。完了。我也走了。完了。Yes。Yes。情况也发生了变化。五，哎，好，你抽他那个，哎，抽你输了，完了，又要洗头，刚洗完的，我们一堆人只有他洗完了，我还吹了点头发的，还做了发型，这样，因为我已经洗过了，我把我这个特权呢，可以转送给一个想要有人服务洗头的人，哎，是可以的，对吧？我转送给你，不，你可以，对方接受的话才能用。你接受吗？你接受吗？有人给你洗洗头多好啊！而且你还不如起沫，得在底下蹭蹭才能把沫弄出来。哎，这样来，行行，洗给他洗掉。如果说麻烦你再弄点沫。我生气，我想帮你洗，我从来没有洗过光头。我跟你石头剪刀布，你给我石头剪刀布干嘛？就谁输了谁就被洗。但是现在是这样，你转嫁给他。现在是全国人民就想看你洗头。哎，这一局我是赢了的人，为什么我会在后面受到惩罚呢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！我觉得还是民主的方式，就是投票。哦，也有道理，好吧？想看黄老师洗头的举手。一票。那想看，不要笑。想看幕后玩家，你觉得这种仪式还有意义吗？想要看幕后玩家洗头的举手。全票通过，而且你可以指定，你说谁呀？谁一起？我觉得还是何老师。我对何老师还是比较放心。他居然从了，他居然从了。他看了眼我的手，不还找？他能想象我的感觉。
好，我们是全套的服务啊。我们首先是我们店的这个见面礼，我们都是服务员啊。请问您贵姓啊？您贵姓啊？请问您贵姓？姓徐。姓徐是不是？徐先生你好。首先由我们的四位服务员为您演唱一首《流星雨》，这是我们的 F4。预备起，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。接下来是我们店的店花啊，就是颜值最高的我们的王小姐，为您提供的是一分钟的这个肩膀按摩。好了呀，再好。可不可以不要发出这种声音？我从来都是用洗面奶洗头，就一起洗了面。对啊。徐老师这一片都是脸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走到超市里面，就走到洗发水那个区域的时候，我内心就会有个声音说：“这跟你没关系，你快走。”我弄湿一下我的手。终于知道昨天那个网易考拉里边那个生发剂是。这是什么呢？全是英文。英文，我来。Hair density serum， 哎，给你磨磨的。头发就是，如果你头发少的话，你可以擦一下这个。什么奇怪的东西？那我们开始了啊。好的。好嘞。你也不用去洗澡，我们等一下给你擦就好了。我们这叫干洗。我忘了给你介绍，我叫托尼。托尼，请你动作快一点。好的，托尼不要慌，在我们这个店你要放松，因为我们这个发廊的名字叫向往的生活。什么叫向往的生活呢？就是放慢你的脚步，好吗？不知道我们的王店花是不是没有给你按摩好？哎，你要放松。我觉得王店花按得比你好。托尼，我觉得你的话太多了，就特别没有安全感。为什么刚才我赢了，但是我却坐在这里？好，那。哎呦，我听到这种声音，不陌生吗？我要来洗喽！我是怎么沦落到现在的？不知道你怎么就变成女人？哇哦，徐先生，您的皮肤真的非常的好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洗发水抹上去就一下被吸收了呢。一点都没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真的好奇怪，收掉是不是一点都没有了？难道是我用的不够多？你要倒一点茶叶吗？让我们再来重复试一下。这要有头部按摩的？不是，现在的问题不是按摩的问题，是您一直在吸收我们的洗发水。那先生，如果你这么被洗发水的话，我们是要额外加钱的哦。哎，也能起点沫。哎，真的很舒服啊，这样，哇，真的好舒服、啊。这里是吗？哦。接下来呢，不要慌，让我在上面写一个向往的生活。麻烦写上幕后玩家，幕后玩家，我试一下幕后玩家。我考虑到，因为您的头真的非常的小巧，我写一个四二八呢，好不好？哎，四二八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？碰巧的是，正好这也是我的生日呢。我是 Tony， Tony 生日快乐！三二三，不好意思，我想和我的四二八合个影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完全把头当蛋糕了是吗？哇，真的，这里看我这里，这边来，真的这里看我这里，这边来，何先生 ，OPPO 25，准备什么时候把它擦掉呢？现在好吗 ？OK， 可以吗？好的，你稍微先生，你要不要换一个技师？技师帮您再助理一下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，谢谢，我对托尼非常满意，好吗？我是托尼的哥哥，我的名字叫做 Barry。头皮伤，我给您处理一下。请戴维走开。哦，好舒服。哦，真的。何老师，你别老用一边擦，你说你们这边，我们一般啊，最后抛光水都是这样的。您在那边来。你们擦保龄球呢？
幸亏没有让黄磊来，黄磊来兜着我的下巴，来来来来来，跟擦网龄球一样。接下来是最后的放松过程。哇，真的很舒服。许先生，最后问你一个人生哲理的问题。嗯，你办卡吗？办一张向往生活的卡，好吗？可以。哇，真的很舒服，这种享受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了，您的服务已经到此结束了。谢谢谢谢。不觉得我的发型很帅吗？你有多少年没头发了？我很痛苦，很早没了吧？大几就开始了。我以前有头发的时候是当过发型模特。当过什么模特？发型模特。所以是报应。我说你抗造嘛是吧？你接电话。他说我不抗造，特别不抗造。哎，徐老师说他会插秧啊？我不会，劈柴这种活儿我肯定是不行的，就割点蜜回来。哦，亲爱的，你的脸上写的都是哪个都不想去，特别明显，是吗？我的原则是，就是不能为了这个啊完成任务把自己累了。我先来喂狗，并没有这个项目，喂狗也算一个项目。徐峥老师是另外一个版本的陈赫赫，喂狗。对，而且他跟赫赫还不一样，赫赫是直接说我啥都不做，徐峥老师他自己挑轻活。赫赫，正好今儿有个工作一块儿弄。我的腰啊，在全国人民面前都知道就是有问题。包这特好玩，你包包试试。我有近距离的密集恐惧症，去把玉米摘了。我紫外线过敏。洗蘑菇不累？就后面这个。这个蘑菇的蘑呀。嗯，也是很难，可能是难播的一个东西，太难了这个。我到屋里参观一下屋里的这个，帮我包蘑菇包了一半，参观屋里。马上马上来，累死我了。是好东西啊。还是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啊。这个你也体验一下，这是最有成就感的。我可以插嘴吗？这个体验真的很棒啊，这个是最有很有成就感的。我发现徐峥力气大哎。真力气大。神经病。不要给我这种人设啊。今天啊。晚上那嘉宾要吃那个油焖笋。嘿嘿，来喽！你不要过干瘾。这柴火烧出来是不一样。好吃啊！你这个叫什么笋？油焖笋。加一点点浇头，只要一点点小孜然 ，OK 了。哎，这个我口水都滴出来了。行，徐峥可以在这替我做饭。哎，朋友们，给你看一下啊，徐老师的杰作啊。哇，峥子，我下面了啊，峥子。峥子，峥子。哇。峥子，峥子。哎，那下面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笋啊，油焖笋啊。油焖笋。哇！哎，这个我口水都滴出来了。拿筷子给我蒸的，蒸的，给我拿筷子啊！筷子，筷子，筷子。阳光金亮亮，手机唱山唱，花儿心蓝蓝。哇塞！这块就很，其中你就可以了。练过。没所谓。那我先去采蜂蜜，好吧？我再把这个披萨刮下来。哇，看，老师。哦，行了，他在摇这个明星的时候特别有福。我可以插水稻，我可以插水稻，我现在同意插水稻，怎么样？真
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。体验到了哈，我觉得你属于那种又有能力又心又细。你不要把这个人设给我，这个人设好，你又有力气，活又细，我觉得特别棒。然后这块可以先不用，请看，对，这块可以到这头来。你看徐导，他确实他能力就是强，活交给他干就放心了。黄老师说过，这个节目有个魔力，不管你是带着什么心情来的，过了一会儿就莫名的开始干活。而且越干越重，不是你总觉得得做点什么是吧？我们是要大家都在这里做这个灶吗？还不用，你们可以干别的，我来弄这个吧。OK， 那我先去采蜂蜜去了，好吧？我的原则是就是，不能为了这个啊完成任务把自己累了。啪啪打脸，这是魔鬼蘑菇屋啊！